在思考这件问题。我们喜欢旅游，我们喜欢探索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，但我们到这个地方去的时候，我们享受，我们感受到惊奇之余，我们有没有办法去保存当地的完整？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会在这边讲说，其实社会学者想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永续转型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社会，它是一个社会整体，我们要一起决定，做一个决定，说我不要开冷气很困难，但是一群人如果一群朋友一起去实践一种另外一种生活方式，它会有一些额外的东西，一群人可以走得稍微远一点。人所需要的物质跟非物质 的需求所以我们是觉得每一个人是一个设计师，我们都在管理我们周围的环境，做更好的选择，然后可以设计的更好的一个世界。所以我们使用的方式就是用生命来累积或是储存能量。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个小宇宙我们身体里面有日月星辰啊，宗教行为啊，我们应该要趋于上古，就是回溯上古。道教的精神是什么？道教它精神其实最早它是需要趋于回归于自然。